你们有人尝试过烤橘子吗？天哪，好神奇哦！哎，还有烤红薯，好可爱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年糕吗？这是？妈耶！哇，年糕，烤年糕，你们有试过烤年糕吗？我之前有试过烤年糕吃，但是因为它就是在那种木炭上面烤年糕，然后那个年糕就被我烤焦了，但也很好吃，就是很有那种氛围感，就是你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浅浅的喝一口茶，然后再烤一点点小小的年糕之类的。